为了推动我国本土特色，同时让更多人看见大马品牌的独特与创意，本地品牌 X Megami 联合多个本地知名品牌，举办为期3天的 Local Local Fest 国潮派对，希望和民众共同同欢共乐的同时，也一起为本土品牌创造机遇。看一则商业资讯。配合周年庆，本地品牌 X Megami 联合多达72个本地知名品牌，在武吉加里尔博威年户外广场举办为期3天的 Local Local Fest 国潮派对，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平台大力推广本土品牌的深度与广度，为本土品牌的市场创造机遇，同时也推动爱国情怀，让世界都爱上大马制造。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Local Local Fest，我们去帮助很多的品牌提高曝光率，然后他们在这里呢可以互相的借力，然后去资源整合，让他的品牌可以做得更好。然后非常荣幸的，我们的这个 Local Local Fest 也拿下了这个 ASEAN Record， 我们成为首个还有最大型的粉红的这个节日的庆典。这场在25,000平方英尺场地举办的粉色主题市集，除了展示本地产品摊位、传统建筑复制品让民众打卡留念之外，还有各类互动活动与民同欢。同时，活动也获得大马旅游局的认证。庄雪欣希望民众可以在这里发掘包含历史、人文、艺术及创意等各式各样的独特大马面貌。其实我们 X Megami 的使命呢，就是让世界爱上大马造。那么我们自己本身呢，是一个互联网低资本创业平台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纯粹为了自己而去做。可是当我们成长了之后呢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贡献、为国家贡献的一个有温度的民众品牌。这场 Local Local Fest 的主题为国潮派对，鼓励民众穿上马来西亚民族服装前来同欢共乐，除了借此彰显各族文化特色，也让外国人看见我国民族传统服饰的工艺和美。